天气凉快了，喝口热水。好甜的。喝个水都甜，水哪甜了？水不甜，我们甜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甜不甜？今天中午在工地上下班了哈，跟老婆两个一个吃个炸鸡，25块钱一只。看来炸鸡好安逸呀，金黄酥脆哟，热乎乎的高饭喽。没有多了。多点儿嘛，3票，4票。来吧，饭装起来，我们先吃炸鸡哇。25块钱一只，我们奢侈一下哟。25块钱一只有好贵呀、啊？你是个杠精。快吃肉，不跟两个说了。你还是个啰嗦鬼。来哟，先吃个鸡腿哈，还是热乎乎的哟。多好吃的哈。是啊。多脆的。好好吃。嗯。大家说，幸福是什么？我们那就是幸福哦。光吃炸鸡儿干，我和开水我先倒一杯吧。关球，烫哦。好好好。这个保温杯好保温了，所以多烫啊。麻不的喝哟。那我喝一口。快吃炸鸡哦，嫩的哦。我们一人一只炸鸡，还吃那么多饭，在工地上干活，谁吃得多些哈？儿子，你够不够啊？我给你要了。我够了。刚才我们说的幸福是啥子？你说看看。像我们在工地上干活，总吃炸鸡，都是幸福啊。对对对。我们在工地上努力赚钱哈，中午吃炸鸡就叫幸福。大家有没有幸福幸福啊？什么叫幸福啊？你也没有说你幸福幸福啊？不幸福，你一天给人在工地上做，也是很幸福啊。你不抽个痰液？说起幸福，实际很简单哈，两个人呢互相关心，互相体贴，小孩子啊健健康康长大，尤其是能够满足吃喝更好。嗯，那就叫幸福哈。嗯，是啊，平平淡淡的还是幸福。吃起来是香吗？香了。吃饱没有啊？吃饱了。还有饭，还有吃。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哈，谢谢大家哈。再见，拜拜。